嘘，花生，不要乱动，他应该快到了。哎，那些碎纸是我用来藏身的，你别乱动。Surprise！ 哎，等等，花生你怎么提前飞出去了？哎，今天的惊喜大作战，看来是以失败告终了。好吧，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就说服自己计划成功了吧。啊，碎纸，在哪？难道是粘在背后了？能帮我取下来吗？怎么小心翼翼的？是怕弄疼我？别怕，虽然身体变小了，但我还是很强的。不过，你给我的触感和以前比确实有些不一样。如果没有更多样本对比参考的话，很难描述两者之间的差异。可以把手指放到这儿吗？就是我的面前。哼，你的指腹像枕头一样柔软，我下意识就把脑袋放上去了。关于你的一切都放大了无数倍，这就是差异啊。难怪仓鼠会喜欢睡在主人的掌心里。试试看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我又不是仓鼠。好吧，只是一会儿会儿的话，感觉好像躺在云朵上一样。你的掌心好温暖，不好。明明要和你一起拆礼物的，那我只睡十分钟，记得要叫醒我。抱歉，我没有睡很久吧？身体突然变小了，该不会意志力也受到影响了吧？昨天为了准备礼盒惊喜计划，睡得有点晚。本来是想在你打开礼盒的一瞬间，我骑着花生一飞而出，然后在天空撒下礼花。可惜这个飞鸟骑士的梦想被花生破坏了。既然开场没有顺利，那就专注拆其他礼物吧。这是花生样式的羊毛毡，除了手工巧克力之外，还有一款手作发饰。我能替你戴上吗？之前坐在你肩头替你编头发的时候，就觉得这种款式一定很适合你。果然，和我想象的一样。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你头发撩起的样子。下次的礼物我就自己做对耳环吧。什么样的款式和颜色会搭配你呢？我得提前先想起来了。你为什么突然开始撩我的衣服？放在礼物盒里的都是礼物，画是不错，不过你的手指是不是太乱来了？拆解礼物的顺序是很重要的，那我来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吧。